这里是老公和老王，今天我们吃的是两个三明治，一个鸡米花，一个薯条，还有一个洋葱圈，然后还有两杯咖啡，哎呦，然后两杯水，可乐和三明治，还挺香的。错觉20秒。这咖啡本来一片挺好看的，拿到我俩手上就变样了。这个是摩卡咖啡，然后这个是抹茶拿铁，这个是肉的。肉差点掉了，等我那个屏蔽了。鱼宝宝，怎么真的不止一个味儿啊？白，这个是白可乐，这是黑可乐。说的如果它是甜面酱，我还挺期待。这个是鸡米花，还挺好吃的吧？然后这个是大薯条，巨大个，这里面就是洋葱圈。尝一下甜酸酱，甜面酱。尝一下番茄酱。得出结论，还是干吃好吃。我想要说的是，这酱可能这薯条蘸的好吃，吃过洋葱的，特色，不愧是实力选手。我都不知道拿他发力，给他一薯条。这全是薯饼，感觉挺好吃的。这是薯饼，跟薯条一个味儿。不能这么说，加个鸡米花试试。会吃，再加个洋葱圈，一味儿。盖它一下。再吃。鸡米花挺好吃的。来看一下传说中的魔塔，看我在这儿，我这个就很绿，蓝的，懂吗？有点苦，是我当年喝的清汁，还是特别小，绿油油。我喝这个好苦。
老公沉浸在那个背景音乐之中，无法自拔。好像他可能脚趾在动。我踩着放映镜，爽了，拜拜。